想笑啊，唱第三次。我唱。相信大家刚在入口处都有看到他，他是都立部落的阿美族青年，就读台东大学体育系三年级，现在单身，下班后就不知道。好，他是我们的英豪。那我们今天不会有中场休息，所以如果待会你想要上洗手间或是到铁花村的附近逛逛的话，都可以自由进出。那在吧台的旁边呢，有一个是我们尊明活动中心，有很多小乐器啊，还有一些铁花村的故事。那在旁边呢，有一个是音乐故事屋，也有一些二手的书籍都可以去翻阅。那走到底呢，有铁花好店，那里面有铁花村的文创商品。那我们最近有出一个村长语录的一个系列文创商品，有毛巾啊、搪瓷杯，还有徽章、纸贴纸，
然后还有一些来自各地的文创商品，还有好听的歌手的 CD 都可以逛逛。那因为今天是周三，我们周五到周日才有假日的慢市集，对，所以下次大家来也可以，不一定挑在平日，在假日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铁花村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欢迎第四位。